现在红得不得了啊，各种巡演哦，是是是是是，来来来来，王中嗨，而且各大演唱会都看到他们。温妮是认识的啦，温妮跟黑啦黑啦啊，你们是听说，你们老板是那个阿信啊？嗯，对。哦，阿信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怎么突然间？然后怎么有这个想法呢？把你们凑在一起，没有，应该是因为像我跟小薇去年组给为你写诗的团体，然后也有来这边就是宣传。为你写诗吴克群嘛，吴克群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们那时候 cover， 因为他为他你，所以是为你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组合了嘛，你们对。然后我们今年就想说，哎，那为你 2.0 要做一些什么呢？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创作女团，然后就能扩大营业，加入两位。阿信当年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。所以他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个救赎，女团对，没有你说阿信，阿信想组女团，阿信以前阿信他本来想要组一团修比都华啊，有这个愿望是吗？就四个人的，我知道。然后你不想跟他组，不不，修比都华已经被我们组走了，是是是，所以他退而求其次才组了五月天这一团。那另外两位也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啦，对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依韵，我是那个唱《阿米索》有来。哦，米船来过了吗？就是他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是是是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信任哥只要那个你头发从放下来绑起来，他就不认识。不认识。露露也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我一个造型师帮我化妆，每天来啊，我就以前我还化妆啦，哎，后来哎，信任哥那个因为要结婚了或干嘛这样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啊讲几句话？我说哦 ，OK OK， 贺词。哎，结果哈。他帮我化妆化了十年，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对，那个，然后他很难过，他很难过。我后来我就慢慢跟他解释，我说：“哎，不要，哥，我帮你服务了十年，你竟然连我名字都不记得。”我说：“你哈，是唯一一个女人，我一见到你就闭上眼睛的。”化妆化好了，人走了，我也不让他化妆。你都倩哥，你都是躺着化是不是？没有，他算是提前练习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，太累。坐在那边就想睡觉了，这样。哎，他是林依啦。啊，但是他都会讲啊，倩哥帮你修个眉毛哦，哈。哎，那他会，那修眉前会先敬礼。啊，够起来了，够起来。小 V 第一次见面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V 玉彩珍。哎，他很特别，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有出道过，但是小 V 是。唯一一个从幕后走到目前的，这个是他的出道的一个新人。今天呛下一下，有哪一个前辈要跟你们一起来合作？我们这个前辈很厉害，就是他只要一开口唱他的歌，大家就会知道他是谁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 ，Hello， 这么猛 ，Hello， 有哪一位前辈你歌唱完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他是？白痴啊！那你白当前辈了吧？对呀，那一定要唱自己最红的歌嘛，一定要唱自己最红。他很会射。哎，该不会是冰冰姐吧？冰冰姐，射箭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射箭，他很会射箭，射箭啊，射箭，射箭高手，厉害，有那么厉害吗？而且入围过两次金曲，他的歌曲有入围金曲奖。有入围但没有得奖，没得过哦。那你们入围很厉害，你们讲入围，入围没得过，你们现在等于是在他伤口上撒盐就对了。OK， 我们觉得入围就很厉害了。没有啊，我们觉得入围就是入围，就对，得奖才是得奖。对啊，我们也才刚得奖，对啊，怎么样？变掉，那就让他们表演。当中我们前辈再出来跟他们联袂演出，哎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欢迎 ，Boom！怪物新人，厉害了！一起带来纯爱女神串烧。
神串烧的太舒服了嘛，对，哎，然后刚刚听你们在唱歌，这种感觉啊，它组合在一起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就是女版的修比多华，我不要，是修比多华，不要吗？他的脸，小 V 是第一次，不好意思，他刚刚讲。小小还做什么？来来来，他们都羞于见人。温妮，温妮讲话最实在。温妮是艺人当中地位，我们去录那个，哎，玩很大，玩很大。然后他办那个，然后我们到菲律宾去，第一天，第一天怎么样？录完一小趴以后，他就回饭店。啊，怎么了？然后隔天就搭飞机回台湾。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了？当事人这一段我们不知道。提出。因为他当时，跟我们一直跟我们说，女生有她的矜持嘛。是，我宪哥，因为我卡仓被偷被偷。那时候怎么会讲这话？对对对，就是比较不舒服，水土不服。对对对，水土不服。你这个是不是给他们一些鼓励？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哎，就是虽然才见面几次而已，大概两次吧。对，之前有录影有见过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分配各自好的人设，然后都刚刚好，有的是很做自己的，各种担当，很可爱的，然后有我喜欢吃饭、喜欢睡觉的，我会弹吉他，然后就是他感觉就是很主要是跟大家就是你知道 talking 的主要。然后就是他就是冷面担当，酷冷担当，对，很酷冷，因为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团体这样很棒。哦，听起来他们是南辕北辙，什么意思？经过宪哥翻译之后就不一样，什么意思？南辕北辙，四个都不一样，对，都不起来，又比较中性的，对不对？有鱿鱼游戏的，可是有，或是发型，对，可是他们一起合音起来就会特别和谐。对啊，就是 personality 很重要，可以各自呈现又可以融合起来。